进入九月开学季，广州唯一一个音乐主题有机农场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学生，他们正是参与唱优快乐实习生计划第二季总决赛的白领学员们。九月五日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分组扎稻草人，用自己带过来的装饰品，在限定的时间内制作一个有主题、有创意的稻草人。不知道会不会难倒各位参赛者呢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，就是现在要追求时尚。然后你看他那么酷，戴着个眼镜哦，朝气蓬勃的样子。我们这一群非常有活力、有激情，然后非常张扬、有个性的一个团队。今天是他的婚礼，请大家给点掌声好吗？我们这个稻草人是在唱优里面的一个神秘的实习生帅哥。看这造型如此千奇百怪的稻草人，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从他们身上传递出来的快乐正能量呢？相比第一季面向高校学子的快乐实习生计划，第二季则是鼓励职场白领走出日常生活圈，释放工作压力。在总决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将有机会获得澳洲农场考察员、台湾民宿考察员等梦想职位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